我看过吼，迄落歌手啊，啊，伊可能会流鼻嘛，啊，伊拢安尼吃来吃。然后这里就脱粉。哎、欸，对，所以我跟你讲吼，哎、啊、要记得吼、喔，要补一下呢。哎、欸，对，不要让它留下来。不要等到哪里有流鼻啊！我要让它留下来。我有看到，我知伊流到差不多了。我要留下，我要给它留下來。你要让它留到这边来了。流鼻蓝啊，那个对。来啦，安尼就破坏你的形象啊！我没有形象啊！你已经没有形象了，没有啊！好，不要紧，无你好老好啊啦，啊香港老好啊啦，好，对对对，好恶哦！浅显的，囡仔拢有食过啊，好恶心！对啊，小红，相信你囡仔都唔捌，有啊，对啊，囡仔拢会啊，拢会加减会去，会知道自己的鼻屎啦，会流那个鼻水啦，会拢会啦，哎，有诶囡仔佫会呕鼻腔呕食呢，真的，有的小孩会这样子呢，真的会，真的有的会有坏习惯，真的啦。我不要看到囡仔安尼啦，那是我囡仔个怕死。没事，迄囡仔拢会有一段时间，爱甲讲就好啊咧。哎，别，哎，每一个囡仔拢迄啰，哎，骨髓拢总无共款啦，对啊。啊，有个人咧困在迄啰卷棉被啊，啊，有个人会揪头鬓啊，哎，像咱个你个好朋友奈儿就是安尼啊。你妈妈的头鬓好揪甲，有咩无头鬓？我是拉耳朵。你拉耳朵？对。啊，真的，你跟我家那个小孩一样哎。我会这样。很讨厌哎，为什么要拉耳朵？很爽哎。可是你很爽，我们觉得不舒服啊。拉你的吗？对啊，不管是谁的，然后他还有分哦，他还有分谁的最好拉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。我妈的最好拉，真的哈。那我都会拉到我妈很就生气啊。真的啊，一定要烧腾腾。真的，我问你，你爱揪冰的，爱揪烧的？那是要拢青菜哦。我真的啊，我弄到迄个做客，我爱伊爱揪冰的哦。就是爱做冰的迄种的安尼。我都会自己拉，我只要拉耳朵，我就快睡着。奇怪，为什么？所以每个小孩子都有一个迄落诶习惯啊。对啊。啊，有个人会经迄落话咱的迄落皮啊，有一个角落。小贝贝的脚。嘿，对，哎，有个一直倒安尼，真的，现在每一个囡仔拢有一个习惯安尼哦。真的。哎，我感觉无呢。哈？我都没有呢。你这个怪人。不是啊，我没管，没啊，我刚才哎，在困的时阵啊吼，我会把那个被子啊吼。卷就是卷到脚底，我也会，我真的，还可以做修的啊，这样就不会感冒。真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习惯啊。虽然我现在感冒，无，不是特别感冒，我感觉还是一个习惯啊呢，一种习惯，安全感。就是你若要困的迄个，就是卡揪起来，啊，甲被叠落去安全感。真的，所以每个人的习惯通通不一样啊咧吼。啊，相信每一个人拢有家己一个迄落习惯，莫讲怪癖啦，对，迄就是一个习惯安尼啦吼。来，咱的 Angel 吼，来甲咱的好朋友请安问候一下。好，只要像你是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水有金凤，一起吃的，一起吃，代代吃，就好家吃，谢谢。谢谢，拢总有当年年有钱，村霸主过来团成孙啊吼。哇，感谢咱的大姐吼，哎，给咱的 Angel 掌声鼓励安尼啦吼。祝我列当人生越过越美丽哦。来，谢谢，恭喜啊！哇，恭喜咱好朋友啦吼！拢唔免偷都有啊，安尼吼！婆婆先拢主人来，祝咱的好朋友当金银财宝，赚到满厝来哦！吼，来，谢谢，恭喜啊！来，阿恁老表面吼，咱的钢管辣妹，我们的女神，女神，你讲的哦！要拍拍伊的话，好拍伊拍袂赢，你拍袂赢吼？应该目前为止也无人赢过，无人赢过，对，所以。所以我对伊讲话拢足客气的，虽然我遮大张，我唔过我蛮惊咧，因为伊有咧练钢管啊。虽然我拍袂赢，唔过我也是做袂忘的。你嘛做想要甲厉害的对啊咧，做想要甲滴咧安尼对啊。囡仔人就是安尼，小朋友都是有这种习惯安尼啦吼。来，今麦关键咱的 Angel 过来安排。龙胆花，谢谢。好，安排好听咱的早期怀念的老歌《龙胆花》。没呀哟，我是笑容没呀。哎，为啥你这么爱说？
天赋啊！没有，你看爷爷了了，我帮你看爷小屁屁啊！哎呀，哎，学坏了哦！怎样？哎，滚哪心哪地啊！是我变大块，好像。我根本就无解，真正的原因就是安尼，就是你变大块。我想讲，我一直一直，伊讲伊听你唱，我听到要困。我讲，我一直看伊的尻川配啊，看伊的尻川配都袂想要困啊。对啊，小姐，咱大概好朋友嘛是拢一直专注一个地方的真的吗？